我希望你当离婚红姐看。啥你离婚？莫搞对伊不客气啊！哈！你是要演英雄，来看一下对象。你今日你看我，地上就有嘉文。来不共路，我该路哦，拄着莫三种路。集体去，听你甲我带走，莫互伊伫边头出出入入。我会再甲你斗三工，替恁爸出气。插头洗唔是阿囝吼，替恁老爸洗老就好，有听到无？我这个朋友，你搞也是难搞。三立台湾台29频道，炮声。这个可可谁做这么狠？把你跟洪姐两个人卖到个公司，你若真正要因为伊跟洪姐作对，那你就真正参照当初时，我跟你妈把姚明珠大战同款，你是一点仔姚明拢无。爸是明老母，我身体出状况啊，一定是因为我等去林家这件代志，是我到底应该怎做，才当停止这所有一切。本来是跟迄个把恁爸气到昏倒上病院的林家二房比起来，我这人应该是较好斗阵。对我唔对。无代无志，走来这要关心阮爸。哦，你真是善意，你真是过意呢。我就是看袂过林家呢，把你糟蹋刁难，所以我真心想要帮助你。哎呀，阮挂在遐六个硬鬼，免得给有心。你若是搁为西乱讲，莫讲对伊无客气啊！哈，像你即摆结束，你若想要威胁我。告诉公，我会再陪你斗三工，我嘛会当替你修理林家二房，替恁爸出气。但另外这个朋友，你交也是白交。恁爸大病，若是有任何的需要，随时跟我联络。你今仔日对我做出这款代志，就注定你要落地噶。哥哥，真的是你，你也是你。我今日这么一个姨妈，是针对你。你真正搁在手段的，我就惊讲啊，伊开始对付你哦。多谢你的关心。如果你拄则应该看到我的战斗力在对，对付这种欧巴桑，想要输哦，阁真困难。